Hi, I'm Dr. David Clyde Walters. I have a bachelor's degree in English education. I have a master's degree in educational technology and a doctor's degree in educational leadership from the University of Montana in the United States. I was a teacher trainer for a public school system here in Canada for 11 years, and now I teach and train other teachers in English as a second language. Over the past 4 years, I've developed a simplified method for teaching English that I think makes learning English at least 10 times faster and easier than traditional methods. I also recently published a book about Andrew Carnegie, who was a billionaire in the United States, who spent over $7 million to simplify the English spelling system. I would like to work for the new Oriental Education and Technology Group because I believe that your organization is the best English education system in China. And I also believe that with my simplified English system, that your organization can be the world leader in changing the way that English is taught all around the world. As a teacher trainer for your organization, I would be happy to work with your English teachers using your present training system. And I would be happy to share my simplified English language system with your organization at no extra cost. I prepared a little story that I would like to share with you that explains why I think it's important at this time to take a new approach to teaching English as a foreign language. So I hope that after listening to this little story, that you will contact me by email so that we can have further interviews or discussions to see how we can move this thing forward. Thank you very much. 曾几何时，有一位女王想环游世界。 他的顾问建议他学习英语，因为英语无处不在。因此，雇佣了一名英语老师，女王开始学习。经过多年的学习，她仍然无法理解机场或酒店和饭店员工的公告。但是，因为她是女王，所以她想精通该语言。 但是他学习越多，语言似乎越困难。起初，他担心自己不够聪明，然后他想知道他的老师是否还不够好，因此他解雇了他的老师，并雇佣了其他人。每位老师的讲话方式都不尽相同，每位老师都专注于不同的英语问题，但是似乎没有一种简单的语言教学方法。最后，他命令他的仆人找到该国最优秀的以英语为母语的老师。一位老师被发现并带到皇后面前，他告诉他，如果他能叫他说一口流利的英语，他会给他高薪的。但是英语老师只是笑了，说女王永远不会说完美的英语。女王站了起来，她的脸红了，她要求知道老师怎么说女王。 出于愤怒，他释放了在学习这种困难语言的长期努力中所感受到的所有挫败感。在他访问的每个英语国家中，人们说英语的方式有所不同，从未有人尝试说过他的语言，但他们希望他能理解他们所有独特。 英国公民经常说成语，这是无法理解的。英国游客不努力学习当地语言，但是希望女服务员和出租车司机能够理解和说出他们所有不同的英语方言。国际机场的票务代理说，英语的速度如此之快，如此糟糕，以至于听起来像是一阵杂音。
女王再次要求知道老师怎么可能如此无礼，以至于当他和许多其他人非常努力的工作时，他永远不会说完美的英语。老师只是低下头道歉，然后他试图解释为什么他说他永远不会说完美的英语。没有人会说完美的英语，因为英语不是一种完美的语言。母语为英语的孩子学习该语言已有一二年以上的时间，但仍然会为此奋斗。为什么？因为英语有600多个不规则动词，数百种不可预测的方式形成了多个名词，而且英语大约有 75% 的时间违反了自己。女王很高兴终于听到一位英语为母语的老师承认自己的语言很难学，然后她问他为什么英语必须这么难。英语是几种语言的粗略结合，有着非常复杂的发展历史。如果英语问题仅影响一个小国，却影响整个世界，并且每年造成数十亿美元的损失，这无关紧要。每年，全球有超过20亿人参加第二语言英语课程，这听起来不像是一件可怕的事情。但是，以英语为母语的孩子教自己的语言需要一二年以上的时间，这对于英语学校系统来说非常昂贵，但是外国留学生需要更长的时间，花费也更多。老师担心这些信息可能会阻止女王学习英语，因此他向她保证，英语具有许多功能，但仍然使其成为使用国际语言的绝佳选择。例如，英语没有要记住的性别差异，一个男人，一个女人。如今，英语不使用熟悉的正式词汇，因此您不必改变与老年人或密友交谈的方式。句子的主题为单数或复数时，条款相同，那只狗，那些狗。与世界上其他一些语言相比，动词共轭非常容易，我吃，你吃，我们吃，他们吃，他吃。实际上，只有三个主要问题使英语难以掌握：一、记住600个不规则的过去式动词；二、记住复数名词的随机形式；三、记住不一致的拼写规则。女王随后问，为什么在科学、技术和医学得到如此巨大进步的现代世界中，没有人想出如何纠正和提高英语的能力？这是一个好问题，但是出于某些奇怪的原因，说英语的人认为不需要更改他们的语言，如果要进行改进，则其他一些国家将需要进行改进。女王想了一会儿，然后问纠正这三个问题有多困难。老师回答说，没有老师，孩子们很容易纠正问题，他们仅通过添加 at 来构成动词的过去式，他们通过简单地添加字母 s 来使所有名词复数，然后按照发音方式拼写单词。女王感到困惑，她问，真的那么简单吗？孩子们相互理解，父母也了解孩子在说什么吗？哦，是的，他们彼此都很了解，但是父母和老师很快劝阻孩子们不要这样说，他们认为使用复杂的词汇和较难的拼写听起来受过良好的教育。但是孩子们的方言对外国人来说会更容易学习吗？他问。
这样至少会容易十倍，甚至容易一百倍。但是，女王阻止了他，问他是否可以教他孩子们的方言。老师回答说，是的，他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教给他，但这不是真正的方言，他听起来像个孩子。女王似乎一点也不担心，她只想知道说英语的人是否会理解她。老师回答说，是的，说英语的人会理解她，但她听起来像个孩子，而不是一个受过教育的女王。女王知道她会说四种语言，而大多数英国公民只会讲一种语言。他非常了解自己比大多数人受过更多的教育，他并不担心听起来像个孩子。那天晚上，女王做了一个美妙的梦，在梦中，她可以听到世界上每个人都在讲一种精致的英语，这种英语很容易学习和理解。那天晚上，女王做了一个美妙的梦，在梦中，她可以听到世界上每个人都在讲一种精致的英语，这种英语很容易学习和理解。他们在科学、医学、电影、音乐和技术方面取得了进步，他们赢得了世界的钦佩，但是他们没有注意到一个明显的缺陷，他们忽略了自己语言的困难。现在世界其他地区必须加强，我们必须纠正英语尚未解决的全球性问题。如果所有人都能说一种共同的语言，他们将有更多的和平与和谐生活的机会。该通用语言可以是英语，但不能是目前的复杂形式。我们需要更好、更简单、更精致的国际方言。这种逻辑如此自然，以至于儿童和成人都可以轻松学习。女王宣布她将是第一个学习这种精致方言的人，然后她将要求所有公民也学习它，并为世界其他地区树立榜样。当英国游客访问她的国家时，她的公民将用女王的精致英语与他们交谈。如果游客认为他们听起来像个孩子，他会很高兴的，他们会是皇后的孩子，会讲皇后的精致语言，不复杂的街头英语。无论将来到哪里旅行，他都不会再感到自己的英语水平不高，他会像孩子一样甜美纯正，那将是女王的高级方言。他邀请所有其他国家的国王、王后和领导人以及他们的公民也采用这种精致的英语方言，他们将为政府和公民节省大量金钱、时间和挫败感。他的愿望是迅速扩大规模，以便世界上比其他所有复杂的方言都讲精致的英语方言。它将成为新的世界标准。在机场、饭店、旅馆和出租车中，到处都会说得很慢而清晰。对于大多数国家来说，这将是巨大的社会、教育和经济胜利，这将使他们免于不断尝试学习实际上不可能掌握的过时英语形式的巨额费用。女王命令老师教给她孩子的方言，并命令她让世界上的所有人都可以使用。老师教皇后精致的方言，他已通过社交媒体迅速共享，数百万人迅速学习，他成为新标准，从此以后，每个人都过着幸福的生活。